远东百货花莲店周年庆活动即将在19号开跑了，并在7号开始开放预购。而今年除了寄出多款的明星商品以及满千送百等优惠，只要使用原百 APP 会员，还可以享点数换购物金，再加码抽电动机车。希望借由19%高回馈以及强打活动的效应下，冲高买气，也吸引乡亲好朋友们前往挖宝抢优惠。远东百货花莲店周年庆活动即将在19号开跑，并在7号开始开放预购。而今年适逢远东百货花莲店14周年，今年除了寄出多款明星商品及满千送百等优惠，只要使用原百 APP 会员，还可享点数换购物金，再加码抽电动机车，重磅推出最高回馈19%的超杀优惠。虽然是10月19，我们正式开打，更是我们提前12天。在10月7号，就是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来做预购了。预购期间全部比照我们的周年庆政党的活动。这次的周年庆的电动机车呢，满3000元，你只要满3000元就有资格去抽一次了，而且是累计，满3000元，你买越多机会越大。除此之外，19号活动开跑当天，远东百货也会在1楼和平广场免费赠送50杯星巴克咖啡，庆祝开饭享太多宜得利进驻花莲满周岁。现场也会免费发放各100元抵用券。10月21、22一连2天，诚品书店更是会举办24小时不打烊书店，并安排一连串精彩活动。希望借由19%高回馈及强打活动公办效应下，冲出高买气，吸引乡亲好朋友前往挖宝抢优惠。记者徐丽琴，华联社报道。